身体的败坏是一天一天败坏，伊是无可能。亲像医生甲讲的，你是无可能好的。对不起，所以我一定要利用我这卖性命，甲恁结成的。我这卖的人生。唔知过偌久，但是我还是感谢他，而且我足感恩的，我这世人真价值啊，因为有恁，我足价值的，我足感谢我的师大人生下了我，和我现这个世间上，甲大家结善缘，谢谢你们哦！线上很多朋友，谢谢你们，都在鼓励我。谢谢你们哦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大家敢那今日拢无咧学唱歌，拢咧关心讲我这几天的身体安怎？其实，因为这几天我有一个状况，就是心脏的无力。哦，伊就是因为有可能是先天性的，嘛有可能是食药的，好、哦。然后呢，伊无力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虚哦、喔，迄虚脱哦，那个虚脱就会让我无法度做其他的代志。那经过了医生的检验，譬如讲一般的人吼，验血啦吼，我是经过验血的。一般的人呢，验血出来，伊的指数就是讲透早起来的指数吼，是二十几，迄是正常的。二三十迄是正常，迄只叫做清醒。但是我透早哦，四五点，卖讲四五点，就是讲精神了后，护士来甲抽血，啊抽去了后，医生甲判断我的指数，清醒的指数哦，吼、哦、清醒的指数，敢若四尔。恁有二三十的分数会当撑一天，但是我无。我跟他四，我一醒来的指数，清醒的指数只有四，啊，四分我要安那撑一天，所以我会无电。讲无电，恁应该较听有，就是讲人会虚，吼、哦，人若虚，啊，就敢那血糖降低，啊，你食糖嘛无效。我以前血糖降低的时候，半夜也会这样，我半夜都爱起来食糖，哦。一把的糖啊，赶快往嘴里塞，啊，无用要袂喘气，迄心脏用要停而已，就是好像快停顿了一样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我就必须要常常有糖果啦，有什么的哈带在身边。但是这个又不是一般的血糖低，它是一种，应该是说就像医生抽血检验的一样，我的活动指数。哦，我的清醒的角度，甲恁差太侪咧。正常的人二三十，啊，我一精神才四分的精神尔。但四分的精神，我爱撑一天。你看我是不是足无精神的？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拢讲叫我爱保重，保重这两字足重要的，啊嘛足温馨的，吼、哦，足温暖的。我了解，但是保重。唔是咱讲保重就保重，我只会当心虽然用我残缺的身体，能够跟你们结多少善缘，会当结偌久的善缘，咱就结偌久的善缘，安尼好不？啊，今日呢，唱阿母的唱，最主要是嘛有人点唱，吼、哦，点唱讲要学这首歌。过来是因为我的妈妈看到了新闻，哎呀，又打电话来呀、啊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吼，我就甲讲，嘿，唔是啦，嘿是因为吼，我最近咧直播，啊，大家看到我有较讲啥啦，那会加三分头安尼啦，你问这个代志尔，无问题啦，我身体足好诶，我身体足好诶安尼，啊，我妈妈才安心吼、哦。那所以今仔日呢，咱嘛是同款唱这首歌，阿母诶手吼。哦阿母的温情永远报答不完，但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呢，我无法度赞同。尤其是伫现代，吼，因为有真侪囡仔被虐待，
那你说这个妈妈是对的吗？爸爸是对的吗？是有爱的吗？所以我不再赞同这些事情，但是咱做人要有一个根本，就是了解到说我是为倒来，是大人给我的这个身体跟性命，我要怎么爱护、哦、爱护了后呢，可以唱很多歌，因为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很慢慢的、啊、可以唱很多歌跟大家结善缘，这就是我回向给我爸爸妈妈的善缘、哦、我希望说我的爸爸妈妈健康平安、哦啊、就是这样而已、其实生病以来我最担心的还是我的爸爸妈妈，最舍不得的还是他们，当然也舍不得歌迷，很多歌迷为我祷告啊、祈祷啊、拜拜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尤其是伫白沙屯妈祖行脚的时候，绕境的时候呢，拄到真侪只的咱的大德哦，诸位大德，大家拢甲我鼓励，这是我无限无限的感谢甲善缘，我足感谢恁呢。妈祖给咱指引一条路，让咱在路里千千万万人纪念咱的小度、哦啊、所以真侪朋友跟我合照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今天哪有可能会拄到雅文安尼哦？但是我嘛是戴口罩哦，我嘛是戴帽子哦，啊，你们还是认出来。我问讲啊，你先哪认出来？伊讲因为你的眼神，我唔知我的眼神。为什么特别？为什么恁认得出来？但这都是咱的善缘。我希望咱的善缘久久长长，当然吼、哦，希望是安尼。但是身体的败坏是一天一天败坏，伊是无可能。亲像医生甲我讲的，你是无可能好的。对不起。伊讲你是无可能痊愈的，因为全世界无药啊会当医帕金森氏症，伊只会当减缓，互你较慢发生咧，也是互你拖较久咧，拖较长咧。但是性命拖长要创啥？所以我一定要利用我即卖性命，甲恁结善缘。我是一个无读册囡仔，我无啥物文化，我无法度。文书遐水写出啥物，但是我用写真实的故事，这故事拢是真的，才有法度感动人。但是真的时阵，不管是毋是会当互你感动，我只是要甲你讲一个故事，一首歌都是一个人生，说不定是更多人的人生。有真侪流浪的阿嬷、流浪的阿公，咱也无看，但是我就是希望将这拢写出来。我曾经送饭，送独居老人吃饭嘛，送给一个七妹阿嬷，她双眼失明了，无看。啊，伊就是逐天，阮十二点送饭去到遐，但是伊已经十一点就坐伫树仔脚等啊。你讲这种的感觉，伊逐天的时间，因为伊无代志做，嘛唔知要做啥物，因为目睭拢无看啊。啊！伊会当做啥物？佫无囝儿是谁甲照顾？啊，嘛无亲戚朋友好联络，厝边头尾嘛无人甲伊讲话，伊就一个人坐伫树仔脚等。我讲阿嬷，你等偌久啊？伊讲应该差不多十一点外，我就出来啊。我讲伤早啦，我送便当拢差不多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会甲你食，吼、哦。啊是提早甲你送。伊讲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随缘就好。我着将这个便当给伊的时阵，牵伊转去处理，啊，搁炸一挂蛋露哦，啊，给阿嬷食。阿嬷干呐安尼懵咧懵咧吼，就讲哎呦，谢谢谢谢哦，这有饼，这有啥？心知肚明，伊毋是相干失明，伊是啥物拢知影。恁给伊的是温暖。唔是这个饼，唔是这碗饭，唔是这个便当。我讲阿嬷的便当，直接我给你拍开好无？免免免，我家己会用拍开。咱都爱让伊家己来，因为伊有伊生活的习惯。我讲阿嬷安尼，后天再过来给你看。啊，你会记哩，唔好遐早吼，啊，透中到底啊晒日头吼，啊，你等我。都因为安尼，我就搁写一首歌。
所以有当时啊，这的故事是我的能量，也是我该感恩的人。所以，我唔只叫大家讲，恁逐天拢感恩一届，找一项代志感恩，无困难。因为该感恩的代志太多太多咧，你都未感觉日子无聊，你甚至会感觉家己那遐幸福。前线的医护人员保护我们，政府单位底下的指挥，啊，咱咧，咱来做啥物？将家己保护好，就是保护别人，就是安尼尔。我会分配，吼，我会分配。啊，分配时间的时阵我尽量会当甲大家结善缘的，我都尽量。我这么残缺的身体，我每天也是感谢他。我现在的人生不知道过多久，但是我还是感谢他。不要想说我们很危险，不要这样想，我们要互相祝福。而且我很感恩的，我这世人很价值了，因为有你们，我很价值的。我很感谢我的世大人生下了我，让我现在的世界上跟大家结善缘。谢谢你们哦。 Yeah.